如果夫人不介意的话，能否把那个人的生辰八字拿给我看看呢？快把田太医的生辰八字给居士看看。嗯。这个人的命格非同小可，可谓大煞之命啊。居士此言当真？这田七的命格果然是大煞之命。今日没有召唤我，是不是又逃过了一劫？你们干嘛的呀？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你抓我干嘛呀？好好说话。田太医他们是不会跟你说一句话的，因为我们是奉了节帅的命令专程来杀你的。